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昨天的那节课呀，是不是把大家都听糊涂了？那一节课的内容呢，是这个专题里最难懂的一部分，也是最难讲的一部分。我说起来自己都感到很憋嘴，怎么办？大家不要抠每段话什么意思，每个词是什么意思，你要一抠出那个就麻烦了。那一大段啊，就是那一节课的内容，你就把握住一点，智慧眼很重要，要开启自己的智慧眼。怎么开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你能把这个听明白了就足够了，其他的内容你不要去死抠着它了。今天这一部分内容呢也比较难，我昨天回去又重新看了一下我这个讲稿，今天我尽可能的把它说的通俗一些，让大家听明白的地方更多一些，但是有些地方还不能任我发挥啊，必须照原文讲，但是那样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怎么样能让大家多听懂一些，也只能这样的。今天说的呢就是第二句，获得光明身。先看这几句话，今因佛光普照，开明众生心中本有智慧之眼，而消灭盲明也。这几句话呢比较好懂，但是也不是那么太好懂，因为文绉绉的是文言文的形式。我们下面呢这一段话就是解释这几句话的。佛光普照，这个光是指什么？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光。大家问，阿弥陀佛的光在哪里？可能有同修听了这个答案以后很惊讶，哇，原来是这样啊。阿弥陀佛的光在哪里？这一部经的经文就是佛光，简单不简单？这回可能听懂了。过去多少劫我们迷惑颠倒，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到处去找佛光，是不是这样？这回我们知道了，无量寿经的经文就是佛光，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遍照之处。除了这个经文以外，还有你比如说佛像、经书，我们读诵的光碟、讲解的光碟等等法宝，供养在你的家里，你的家里就是佛光铸造。同学们想一想，这些个法宝我们人人都有，家家都有，你怎么就不知道你家是佛光铸造呢？你可能说，我怎么没看见？因为你的眼睛没有开，所以咱们前一段才讲让你开启智慧之眼嘛。你的眼开了，你要是无眼圆明，实眼具足，你就看到了你家全是佛光，佛像、经书、光碟等法宝供养在你的家里，有这么大的福报，有这么多的好处，你过去不知道，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你自己去念，自己去学，那就更可观了，你不要把它当摆设。比如说经你要读，光碟你要看，那你得到的好处就更可观了，得到的利益可以说是殊胜无比。
下面我们说说光明身，因为这句话不是获得光明身吗？我们就说一说什么是光明身。佛菩萨啊，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光明身。在这里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得到光明身，大家不要误会，是不是我们原来没有，我们现在怎么想办法把它得到？不是这样的，往下听你就明白了。《思义经》是这样说的，如来身者即是无量无边光明之藏。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来身具无量无边的光明，所以如来身就是无量光明的宝库。所以说如来啊，如来身是无量光明的宝库。往生论注中是这样说的，佛光明就是智慧相也，这个光和智慧是不分开的，所以光明藏就是智慧藏，光明身就是智慧身。所以可以这样说，开了智慧眼便成就了光明身。为什么第一句让我们开启智慧眼，第二句让我们获得光明身，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智慧与光明是一不是二，由此可见佛愿一切众生也都具有佛之智慧，佛之身，身心都和佛一样同于如来。这句话不用解释，大家都能听得懂。光明身是法身，法身就是自性身嘛，法身是清净的，身业清净就见性。楞严经里是这样说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与这里说的是同样的境界，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讲明心见性，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相当不容易，注意相当不容易，有三个条件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必须是上上根人，两个上，一个上不行，你说是上根人不可以，上上根人，上中根人都没分，读六祖坛经的明白这个道理，是这么说的。这是第一个条件，上上根人。第二个条件，必须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来调教，善知识前面有真正的来修饰，必须得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来调教你，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自己要勇猛精进，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你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具备这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条，上上根人，你具备不具备上上根人的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从六祖坛经上可以看到，六祖大师一生教化众生是37年，跟他学的人不只是几千人几万人，真正学成的见性的只有43个人。此乃中国禅宗史上空前绝后的。怎么说呢？就是在六祖大师之前没有见过，六祖大师之后也再没有见过，所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最殊胜的37年教学也只有43个人见性。由此可见，非常非常难，两个非常啊，非常非常难。那再看我们净宗，净宗就是一句佛号，这个容易，不必是上根立志，所谓的下根人，迂夫迂妇都能得到不退成佛的境界，你说这个该有多好，多么方便，多么有把握。下面给大家介绍介绍几种光明。三藏法术第13卷中说有三种光明，哪三种呢？第一种外光明，太阳、月亮、火珠，这就属于外光明。火珠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灯光，这些光明能消除夜晚的黑暗，如果没有的话，白天也是黑暗的。怎么知道的呢？你比如说月食、日食，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光明，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太空也是黑暗的，所以这是外面的光明。第二种，法光明。法光明，妙法能除愚痴之暗者。实际上，整个宇宙是通明的，是明亮的。为什么是明亮的呢？因为自性是放光明的，自性之体。你看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土里有光，而且那个光是长光，长光是永恒不变的，不断的，从来没有熄灭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光明藏，整个宇宙是光明的。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睛啊，真是瞎了。什么东西让我们的眼睛变瞎了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是这种烦恼障碍了我们的眼，污染了我们的清净的眼，所以大光明藏我们看不到。这冤枉不冤枉？不是我们没有，是我们看不到。这不能怪别人，是我们自作自受。为什么要起心动念？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执着？烦恼越重，你的病就越深。佛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三样东西放下，五眼、十眼就都恢复了。佛教给我们的是妙法，这个妙法能除去愚痴之暗。愚痴就是无明。佛教我们放下，我们真肯放下，放下就成佛。我们遇到佛法，佛法是佛光遍照，我们自己这么多烦恼不肯放下，佛光怎么照也没有用，也不觉悟。为什么呢？觉悟的人他放下了，光明就恢复了。关键是我们不肯放下。你真的肯放下了，佛教我们的妙法你就会用了。你不肯放下，佛教我们的是妙法，再妙的法你不会用也没有用。第三种，身光明。身光明，诸佛菩萨及诸天等之身有光明能除暗者。佛身上有光，顶上有光，有长光，有放光，
常光是常有的，不会消失。天人身都有光明，天人有光明，人身也有光明，能出暗者，所以升天，天上不需要日月火珠，极乐世界也不需要，极乐世界诸佛菩萨都是身有光明，每个佛菩萨都身放光明，所以极乐世界也叫光明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为什么黑暗？大乘经上讲，境随心转。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居民，烦恼业障深重，自己一身的烦恼习气罪业，本有的光明被他们通通的罩住了，障碍住了。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境随心转嘛。外面的天空也被我们染污了，光明也看不到了。医报随着正报转，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我们看天空是一片光明。我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情，大约是去年的十月，我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一初二那个样子吧。晚上我起来去卫生间，起身一看，窗外是一片光明，亮如白昼，整个院子是一片光明啊。当时我想，糟了，起床晚了。因为我们是三点半绕佛，我想天都大亮了，你怎么还睡呢？怎么没醒呢？我就赶忙穿衣服，穿完衣服我往外走，因为我和刁居士是住套间，他住外屋，我住里屋。我往外屋一走，我看怎么回事呢？刁居士还搁那睡得挺香呢，我想可能不对劲吧，我就赶快回来看看我的小闹表。一看才是半夜一点多钟，然后我就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再往外一看，一片黑暗，没有光明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为什么能看见呢？因为我晚上睡觉有个习惯，我不挂窗帘，如果我挂上窗帘，可能那天我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不挂窗帘，所以一起身就看到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亲身经历了，那你说我信不信？我不信也得信呢，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亲眼所见呢，所以我把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告诉给大家。另外大家记不记得西云老和尚的年谱里有这样一段故事，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讲过。老和尚因为他是住茅棚的，每到过年呢，他都要到庙里去求点东西回来，比如说米呀、油啊、盐啊之类的。有一年过年呢，老和尚又去庙里取这些东西，从庙里到他住的茅棚要走一段路，而且这段路可能还不短。老和尚拿东西从庙里出发的时候，天是亮的，但是已近黄昏了，能看得见路。因为老和尚是修定的，功夫很深，这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老人家常常在定中。他拿着东西往茅棚走，走到半路就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他认识的伙伴，是庙里的常住，他的手里提着灯笼，看见老和尚以后就问老和尚，天黑了，你怎么不拿个灯笼呢？老和尚在听到这个话之后，天
一下子就黑了。这两个人没有问老和尚之前，老和尚没有觉得天黑，就像他离开庙的时候那个样子，没有黑暗。那两个人一说天黑了，天马上就黑了。这说明什么？境随心转呢，心里头没有黑暗，他就不黑暗。人家提醒一下天黑了，天马上就黑了，黑暗了。这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境随心转？再说一说光明身还有另外三种意思。第一种，七人即是光明藏，千手陀罗尼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当知七人即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所照顾。这里的七人是指谁说的？就是指我们学佛的人。这回听懂了没有？七人即是光明藏，你是学佛的人，你本身就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所照顾，因为你是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所以你是佛光照耀的。尤其是指修学大乘佛法的人都是光明藏啊，不要小瞧了自己。经上常有这样的说法，说知有无是学习大乘佛法的基本条件。这下面一段话有点憋嘴啊，我慢慢说，大家认真听。知有无就是知有知无，那我们就得说说什么叫知有，什么叫知无。知无是知万法皆空，知道这个怎么样，你就能放得下。那知有呢，是知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可以做佛。这和观经上所讲的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意思完全一样。有是真有，无是幻象。我们知道无就彻底放下，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知道有，一定要求证，决定要成佛。我们知有极乐世界，知有阿弥陀佛，知念佛决定可以往生，这是真有，我们这一生功德就可以圆满。世间的名闻利养、荣华富贵，那些都是无，都是一场空，不是真的，不能把这些放在心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生死出轮回，这是真的，一定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这是最最重要的人生大事。千手陀罗尼经说，当知七人即是光明藏，这话是真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你当下就是光明藏，而且是大光明藏。华严经告诉我们，自性是大光明藏，在净土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光明藏，大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所照顾。为什么呢？故就是原因的意思，是因为一切如来的光明在照着。这个光明来自于自性，是自性本有的光明，不是从外面求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佛光
跟佛的佛光是一不是二，自他不二，这是大乘教理的基本概念，我们要明白。为了解释这一段话，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还举我自己经历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们是早晨三点半开始绕佛，天还是黑着的，我们念佛一般都是十几个人排成一个单队，有领念的。我呢是走在队尾，我是最后一个。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吧。什么现象呢？你看第一个到我这十几个人，他在没拐弯的时候，我就看见每个人一个人拐过去，两个人拐过去，因为我是队尾嘛，就看着比较清楚。当在一个直线上的时候，我看不见前面的人什么样子。那一天呢，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一拐弯的时候，从第一个领念的同修开始，他的身体是一个光柱。我就再一看呢，一个一个过去，一个一个过去，所有拐弯过去的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光的立柱。我当时挺奇怪啊，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见，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就想，这个光怎么来的呀？它那个光啊，我告诉大家，不像说手电筒那光一打那么清晰，那么亮堂，它是若隐若现的，模模糊糊的，但是你能看到它那种光的存在。这一次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看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这一次我写这篇稿，我讲这篇稿，讲到这的时候，我对上号了。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光，都是大光明藏，所以它显现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执着。我看了以后啊，当时我想再仔细看看怎么回事，再仔细一看，你瞪圆眼睛去看，没了，和平时就变成一样了。我就通过讲这一段给大家说什么叫大光明藏，谁有大光明藏，我对上号了。我们念佛的这十几个同修，人人都有大光明藏，对上号了吗？这是我用我经历的事实来告诉大家。可能有同修听觉得挺好，有的同修听了不相信，说你又在编故事骗我们吧。信则信，不信则不信，不要说三道四。这是我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智慧是光明，智慧是光明。论著里是这样说的，佛光明是智慧相也，故光明身与智慧眼不二，智慧眼开了了见性，光明身顿即成就也。这个用一句话就解释了，就是你开启了智慧眼，立即就成就了光明身，就是这个意思。见性的那个人，他那身就是光明身，他们的光明身我们没看见。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慧能大师明星见性了，他晚上坐在那里我们看不见，如果不点灯啊，慧能大师坐在黑屋子里我们看不见他，他能不能看见我们？能。为什么呢？因为他身有光，能照见外面，外面看不到他，我们知道这叫自性有光明。自性的本体是大光明藏。为什么我们离开日月灯光就是一片漆黑呢？大光明藏到哪里去了？失去了吗？不是，
没有失去，大光明放在，不是光明没有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了。再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戴了三层眼罩，什么也看不见，你把眼罩摘下来不就看见了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寻思寻思，这个眼罩是什么呢？就是那三种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就好比是那三层眼罩。试想想，别说戴三层眼罩了，戴一层眼罩你都啥都看不到了，你能看到光明吗？如果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会看到宇宙是一片光明，智慧眼开了，了了见性，光明身立刻就成就。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只要明心见性，智慧现前，你就没有黑暗了。因为什么？智慧就是光明，智慧现前了，你的光明自然就现前了。第三种，如来身是光明，这个更好理解了。《思义经》是这样说的，如来身者，即是无量光明之藏，但愿一切众生皆有真实智慧，而证如来法身也。这一句话是弥陀的本愿，愿一切众生具有真实智慧。什么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就是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光明，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修行到底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的就是一个，两个字，放下。有人问，就修一个放下，为什么还要开八万四千法门，还要开无量无边的法门呢？答案很简单呢，众生根性不同啊，因缘不同啊。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你用哪个法门修，最后都是要放下，是不是这样？哪一个门你不放下都不行，所以放下重不重要？只能这样说，修行的法门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什么？放下，放下便是啊。放下为什么就便是了呢？放下清净心就现前了，真实智慧就现前，真实之际就现前，真实利益就现前。这三个真实有没有认相？无量寿经里同时出现三个真实，是其他经典里所不具备的，唯独无量寿经三个真实同时显现。这三个真实显现的前奏曲是什么？就是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了，这三个真实就现前了。你说三个真实都现前呢，这还了得？这是老法师的话呀，老人家有时候就说，这还了得？老法师多次说过，他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大师教他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并且告诉老法师，你把这六个字做六年。老法师老实啊，听话呀，真干呢。老人家何止是做了六年呢，做了六十多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做，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法师告诉我们，
凡夫从出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两者相辅相成。你看破了吗？你放下了吗？当前世界性的这个疫情还没让你看明白点什么吗？还得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身边的护法居士菩提心，这两天我天天得叨咕叨咕他。我这次叨咕他什么内容呢？我觉得呀，他最近的半年多清净心有点现前了啊，我得加修饰语，否则他会供光我慢啊。他有点清净心现前了，有点开智慧了，就是这么有点清净心现前了，有点开智慧了，就让他尝到了那种法味了。他要不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啊。他告诉我，他说老师啊，这个心念一转变呢，看啥都不一样了。过去我看谁都不顺眼呢，现在我看谁都可爱了。为什么呢？心念变呢？你看那主不主要？他说我生欢喜心呢，这种欢喜心呢，是从里往外的那种感觉呀。他说老师真是像你说的，用语言都表达不出来。他有个什么感受呢？他说现在呀，自己感到特轻松、特自在、特快乐。他说过去啊，我那个事儿啊是没完没了的烦恼啊。他说现在心念一转变，没事儿了。那大家说说，那真的是没事儿了吗？他要管公司呀，要管道场啊，他能没事儿吗？为什么他感到没事儿了呢？事儿还得照样做，他不挂在心上了，这不就没事儿了吗？这么短的时间，半年的时间，他把心态转变过来，就有这么一些收获。你说我刚才说的有没有道理？你们信不信呢？赶快转变自己的心念，学佛快乐呀，学佛幸福啊，学佛自在呀，学佛潇洒呀。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跟你们说，你们才能相信。下面我想跟大家接着说第三句。我刚开始的说不有四句话吗？无量寿经四句话很重要啊。我们说完了两句了，获得光明身也说完了，下面说第三句，闭塞诸恶道。闭者关闭，塞堵住，使之不通。诸恶道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粗解，一种是细解。我们先来说说粗解。粗解恶道是指三恶趣或四恶趣。三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么四恶趣呢，就再加上个阿修罗。这是粗解。细解是怎么解的呢？六道皆是恶趣，注意了，六道皆是恶趣。为什么？只要你在六道里出不了轮回，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你要是问为什么，想想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仔细观察每一天，从早到晚，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看自己也看别人。看什么？看人心，看人的行为，听听他在说什么，看看他在干什么，就一目了然的。心想贪嗔痴慢疑，情绪是怨恨恼怒烦，干的是杀盗淫妄。你说这个世界还有好吗？这个世界里头六道
全都在人道里头演出来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现在是人间的畜生，人间的修罗，人间的罗刹，人间的恶鬼，人间的地狱，这些个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在亲身经历？六道的缩影就在人间这个地球上，全部都看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难道还提不起警觉吗？如果再没有警觉心，那就真是随业流转了。现在是地狱空荡荡，恶鬼在人间，你对对号，事实和这两句话能不能对得上？佛慈悲告诫我们，送了我们四个字，随业流转的后头是苦不堪言。你听明白了没有？你还随业流转吗？眼前的这个环境对于念佛人来说是好环境吗？真看清楚了，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了，下定一个决心，唯有极乐世界能救我们。我们今天只有这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条出路并不难，人人都可以学，只要具备三个条件：信坚、愿切、笃行，人人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得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老伴子往生5月19号，我知道老伴子3日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19号。20号的中午，我跟老伴子有一段对话，我是这样跟老伴子说的，我说老伴子，到回家的时候了，对这个世界还留恋吗？我说这个世界啊，一点也不好待，赶快回家吧。我说如果我现在没有任务，我这次就跟你一起回家了，但是我现在还有点任务没完成呢，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就回家了，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等着我好不好？我老伴子回答我好。他听明白了，这是20号我俩的对话。21号中午12点28分，我老伴子潇洒自在的往生了，太干净利索了，太让人羡慕了。那我是在身边看着的。大家想想，我举这个例子给你们听要干什么？琢磨琢磨，闭塞诸恶道，谁来闭塞诸恶道？有的人这样说，我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我愿意去见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求求佛菩萨，求求哪位大德，快点帮我把恶道闭塞了吧。错了，恶道闭不闭塞是你自己的事情，佛菩萨也好，大德也好，他们能帮得到你的就是把道理讲清楚，把方法教给你，至于你照不照着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佛菩萨也好，大德也好，谁也代替不了你，这个道理你要懂得。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不知道是不是能说明白，试试看吧。我在和同学们交流分享的过程当中，多次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怎样正确处理居士和出家法师的关系。现在我认为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在家居士随意议论批评出家法师，有的甚至谩骂出家法师，显而易见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造的什么因？造的三恶道的因。谁造的？他自己造的，与别人毫不相干。自己造的恶因必然要去尝那个恶果。我在分享的过程中多次劝导大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居士和出家法师的关系。出家法师不管他个人修得如何，只要他穿上这套衣服，他就代表僧宝，他就是人天眼目。普贤实愿的前两条，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如果你认为毛法师修得不好，你不佩服他，你可以不称赞他，但礼敬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未来佛。在家居士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议论批评谩骂出家法师，尽管这些年不断的劝导，可是就是有人不听。打一个比方吧，我劝导一次就等于把恶道门给你关上了一次，可是你自己又把它开了，我又劝导你一次又把这个恶趣门给你关上了，你又把它打开了。为什么呢？怎么打开的？你逞风啊，你逞强啊，认为自己是英雄啊。你看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别人不敢批我敢批，别人不敢骂我敢骂，谁干的？你自己干的。我给你关了两次门，你开了两次，事不过三吧，怎么办？随你去吧，你自作自受吧。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往里钻。菩萨诸佛菩萨看着你堕落，看着你受苦报流眼泪呀，无可奈何呀，等着吧，等着你觉悟的那一天，但愿那一天早一点到来。快点觉醒吧，再不觉醒就下地狱了，下地狱容易出地狱难呢，千万别逞一时之能葬送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下面说最后一句，通达善趣门。通达者畅通无阻，没有障碍。门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差别的意思，门别不同故名为门，这是大乘一章第一卷里说的，就是分门别类的意思，如部门门类，这称之为门。第二层意思去入的意思啊，兴趣的那个去，去入的意思，又能通入去入名门。这个房子有门，从门进出。法有种种差别，即是有种种门。比如八万四千法门，这叫法门，皆能使人去入涅槃，这是门的意思。门门都通无上道，为什么？门门都是教你放下，放下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障碍不在别人，全在自己。放下执着，你就出了六道，六道这个门就通了，没有障碍了，出去了。你放下了妄想分别，十法界的门就开了，你就可以离开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去了，这是成佛去了。每个法门
都是教你放下，放下就成佛了。念佛，这是一切法门中的一门，这个门条件是最简单的，什么人都能修，个个有成就。故指经中之法为门。下面再跟大家说一说，善趣者一般指六趣中之三善趣。这个呀，大家注意听，它和以往说的不完全一样，就是无量寿经有它的特色。善趣就是善道的意思，但此与金经之意相违。注意这句话，但此与金经之意相违。怎么相违的？看后面的解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不能算是善。由此可知，这部经的意思，既然以六道都是恶趣，故人天等趣不能复成善趣。这句话听明白没有？就是人天两道不能成为善趣，六道都是恶趣。故知善趣门不是去向人天之门，而是上善者所去向，故名善趣门。如慧书是这样说的，菩提者则上善所入，故言善趣门，是未入菩提妙觉之法门才是善趣门。说了一大堆呀，刚才呀，我念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憋嘴的，你们听的可能也有点糊涂，绕来绕去的。实际就一句话，什么叫真正的善趣门？西方极乐世界，你成佛了，你就真正入善趣门了，就这么简单。通达善趣门意思很深，善趣门是什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刚才告诉大家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是善趣。八万四千法门，如果我们借着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证得无上菩提，都叫善趣。由此可知，善趣必然是上契诸佛所说之理，下契众生可度之机，那叫善趣。如果跟我们的根性不相应，虽然是佛说的法，对我来说不是善趣门。为什么呢？我做不到，这个门我进不去，就是我进去了也得不到利益，这就不能叫善趣，就是不适应我。用什么做标准？最粗浅的标准是你能不能出六道轮回，这是底线。你能不能出六道轮回？更深一层的，能不能出十法界？出不了十法界都不算善趣，这个条件相对来讲就高了。印光大师说得好，只有这一门能真正帮助我们横出三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这是真正的善趣，气理气机。我们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真正能成就，真正能得到效果，这才叫善趣。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善趣，绝对不是三善道，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往生净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叫善趣。最后这一句是总结性的，往生净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叫善趣。这一句话就说明白了。看下面这几句话，此门唯有发菩提心上善之人
方能去入。洞开此门，故云通达善趣门。云何洞开？则唯有成就净国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也。这一段话我下面给大家解释解释。洞开此门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善趣门，真正的善趣门谁能洞开？大家知不知道谁能洞开这个善趣门？一人，阿弥陀佛呗。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谁建立的？阿弥陀佛建立的。阿弥陀佛欢迎每个众生都往生到西方极乐去做菩萨做佛呀，一丝一毫的障碍都没有，这才叫洞开此门。洞开什么意思？用俗话来说就是大敞四开，全开开了。阿弥陀佛给我们洞开了此门，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是在门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徘徊观望，徘徊观望，就是不进门呢。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呀。我说的是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在门外绕去了多少年呢？二三十年有了吧？三四十年有了吧，不进门啊，阿弥陀佛不能把你强拉硬拽进去吧，以后你进不进那就看你的造化。我们学佛这一生不能往生，我们的功德唐捐了，很可惜。有很多同学都说功夫不得力，往生没把握，越着急情况越糟糕，决定不能成就，怎么办？老法师告诉我们，心平气和，该放下的通通放下，该认真的真的要认真。什么事儿该认真呢？念佛该认真呢。除了念佛这个大事之外，其他的最好都淡薄一些，别认真了，别争了，别斗了，争争斗斗一场空啊，还看不出来吗？学佛这么多年了，古来大德教导我们随缘度日，这叫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不再造业，善恶业都不要造了，我们的心就清净了。去年的12月7日早晨绕佛有两首偈颂，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来此娑婆土，听见众生苦，刚强难化矣，诸佛在救度，有缘得度了，无缘照样苦。六道轮回呀，何时才能出？同学们，对对号吧，你是那个有缘的呢，还是那个无缘的呢？你问问自己，你啥时候出六道啊？最后，引用李炳南老师的四句话作为今天交流分享的结束语：未改心肠热，全怜暗路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分身。读之，思之，学之，行之。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